妈，我一直跟你说要对大嫂好一点，你就是不听。人家下岗了，你非但不安慰她，还要嘲笑她。你说人家为什么不告诉你呀？不就是怕你看不起吗？哎呦，照你这么说，她下岗了，我这儿倒要把她像菩萨一样的供起来。你态度老是这么硬，说不定大嫂会离婚的。我不管，到时候我会支持大嫂把大哥的房子要下来。 带着多多，太太平平的过新生活。哎，你这个死丫头，你想割我的心头肉啊？哎，妈，你不是说我才是你的心头肉吗？换人啦！你吃里扒外，还想当心头肉？做不成拉倒。反正我们家杨俊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就可以啦。哎呦，你这脸皮呀，真是厚哦。 如果我脸皮薄，就不是你生的啦，你只好认了。嗯，妈，来，来，坐下。妈，不气了啊。说好了，以后啊，你不要老拿下岗的事情来为难大嫂，不要动不动就说人家没文化、档次低。说定了啊？来。 阿公，嗯，好。可是我跟你说清楚啊，就这一点让，别的不让。他别梦想从奴隶到将军。妈妈，妈妈。 好了，大嫂，妈那头我已经说过了，她答应让一步。奶奶，不要让妈妈走，不要。好啦，你也不要接着替子上天，反过来欺负妈了啊？啊？我欺负她？嘿嘿，我还没学会呢。雪梅，你刚才已经够厉害的了。不要妈，妈妈不要走，奶奶不要让妈妈走，不要。 怎么了？妈妈，多多啊！多多怎么了？多多别怕，妈妈在啊！多多，哎，多多，奶奶来了，不要怕啊！对对对对对，哎，说的对，股票嘛，就是我们的脸，哎，它好看我们就一道好看，嘿嘿，它不好看呢，我们一道难看。我那两只股票也不错啊，哎哎哎，我只投了一半的钱，没有满仓。 至少少赚3万块啊！啊，真的吗？好，那我就搏一下啊！满仓，10万块，少了点儿。大牛市的机会难得呀！哎呀呀呀，我现在到哪儿弄钱去呢？ 钱从哪儿来？哎，说什么呢？一个人自言自语的。没说什么，没说什么。我怎么听见你在说弄什么钱呢？啊，对，我是想弄点钱，想一心一意搞好公司，赚更多的钱，让你过得比现在好10倍、100倍。哼，你呀，三斤鸭子2斤嘴。 全在这张嘴上了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刚从爸那儿过来。嗯，又是你爸爸。咦，我怎么一提到爸，你就这样死洋怪气的？嗯，我跟你说啊，爸说了，让你3天之内把黄老板那笔钱要回来。爸还说啊，黄老板这个人啊，不讲信誉，不讲交情，要你狠一点。 要我狠一点儿！哎，你对我做这么狠的表情干嘛？我又不欠你钱。我试试看，试试看，狠一点儿。你们找谁呀？我让给你们，没你事儿啊。
你们想干什么？哎，你少废话！这是天华，你。天华，有什么事儿跟黄叔叔说嘛？来来，里边请。哎，坐坐。哎呀，跟黄叔叔说。哎呀，你跟高家的童养媳好好说话，你不怕掉你黄老板的身价呀？哼，我看话还是少说的好，赶快把支票开了，还钱吧。我开。我开。哎呀！我说啊，对，不会少了你的。五百。对。谢谢啊。哎，你的。老板，以后有事找我们。哎，好说好说，回到好说。哎，好，再见啊！再见啊！今天有劳二位了。好。哎，辛苦啊，师傅。哎，甭客气。哎，来，对不起，让一下。哎，让一下。哟，爹呀，爹都这么死。哎，长得可是我的那个长啊。我爹了呀，你看你。没有，长了这一层。哦，长了。哎呀。对呀。哎呦，这长了一层。哎呀，这条上升通道！天华，我问你啊，我那个股票到底现在怎么样了啊？我问你呢，到底怎么样了呀？完了，喊什么呀？真是的，生怕我妈和我老婆不知道是不是？嘘，轻点儿。哦呦，你老娘小娘都怕的，作孽，真作孽！干嘛呀？干嘛？关你什么事儿？说吧，说吧，什么事儿？哎，我问你啊，你给我买的到底是什么股票啊？这个呀，我不能说。不能说？哎，那你说明天万一行情发生了变化，就以你这性格咋咋呼呼的，一会儿来个指令，一会儿来个指令，我到底听谁的呀？你？哎，钱可是我的，我连知道一下的权利都没有了。有啊。好，快说。把钱还给你，你自己做，你就什么都知道了，行不行？哎呦，天华。我不说，我也不问了，好吧？哎，真是的，八千块钱打进闷包里。我要是自己会做就好了。怪自己不争气呀。不争气，烦死了。天华。妈，你刚才和赵美丽在说话呢。你怎么跟这种人有共同语言了？哎呀妈，说话不要这么难听嘛。他只不过是问我一些股票信息。哦，你在做股票？没有。你有钱做股票吗？我只是看看股票行情，了解了解。哎呦，你看你这个总经理当的，人家总经理是忙得四脚朝天的，你可倒好，还有时间看股票行情玩玩。哎呀妈，你给我留点面子行不行啊？哎呦，好了，不说这个了。我可告诉你啊，那赵美丽可是块滚刀肉，很麻烦的，你离她远点，听见了没有？